Hello 大家好，今条片咧继续开 LEGO Minifigure 71030，我哋再次讲一讲呢啲角色啊。第一只咧就系萝莉兔，之后咧就系奔尼兔，第三个咧就系威利狼，四号咧就系 BB 鸟，之后咧就系崔尔、傻大猫、达菲鸭同埋最快嘅老鼠飞毛腿钢龙雷斯。之后咧就系到大嘴怪、火星人马文，最尾两个咧就系个猪小妹同埋猪小弟，我哋咧都全部开晒啦，都整齐排列好咯，就系咁啦，排好晒咯，总共12只 minifigure 全部齐晒咯。咁今次咧真系好靓啊！呢、这个组件每一个个头咧都系独一无二，唔知你哋又储齐未呢？如果你想睇翻每一隻嘅全新片咧，可以睇翻之前嘅片。咁呢一 set 咧，我都好中意，但系唯一一个咧就系我呢个奔尼兔咧个样有少少印味咗，可能之后咧要买多一两隻，或者问下其他砌咗 LEGO 嘅朋友，睇下佢哋系咪个样都系印味咗，定系我咁不幸呢？我总括而言咧，呢一套咧都非常值得收藏啦，因为咧呢一套系华纳迪斯。华纳嘅第一套 LEGO， 咁佢咧希望佢都可以好似迪士尼咁样啦，之后出多啲唔同嘅 LEGO 款俾大家选购下啦。好，今次分享就嚟呢一度，我哋下条片再开其他唔同嘅 LEGO 啊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